我们邀请《朗读者》《海外精英》总策划、多伦多商业俱乐部的总裁程炯女士上台致辞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《朗读者》《海外精英》总策划、多伦多商业俱乐部负责人程炯。陆炳雄先生是我们《朗读者》《海外精英》采访的第一个杰出人物。我所知道的厉先生30多年来散落好书，为民族人民服务，他所获得的无数嘉奖足以证明他为大众奉献了杰出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早已经成为华人移民的翘楚，他率领团结各族群众，他在疫情中向前，请全球华人积极支持他的参政，谢谢大家。